19日嘉义市国际管乐节正式展开，为期近3周的活动持续到明年1月1日，以创意彩街吹开活动的序幕。我们今年彩街的团队就有38队之多，那一共有11组的圈人合作，变换队形有12组，以及室内室外的各种管乐的表演，一共有92组，那将近10000个人次会来演出，所以精彩可期。我们看完不错啊，很特别，然后很好看。因为之前我们是都站这种站定点看啊，今天这一次我们是跟着学校这样走，还蛮好的。管乐节是嘉义的音乐盛事，每年都有不同国家的乐队共襄盛举，除了首日的彩街嘉年华，陆续也会有多场室内外展演活动，让民众尽情享受管乐不同的面貌。那当然我们今年比较更特别的就是说，我们请到了美国的蓝魔鬼、日本东京的 Vivi 铜管，以及日本黑女铜管乐团、日本包子学院、八子高等学校乐团等等世界有名的这个管乐团一起来参加。今年啊，我们不只是说请来国际的表演交流学习，那还让这个我们的管乐节能够普及到各个学校去。今年我们还特别安排7场社区的演出，同步演出，让社区的一些老伙伴比较不方便出来的，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管乐的乐音。借由管乐节的举行，活化嘉义的人文，让音乐毫不保留地走进每个人的生活里。中正一报周佩玲、李佳燕，嘉义市报道。